哎，听说小宋学表演的呀？哎呀，好像是那中戏的。哇，都学啥了？学演一个吧。螳螂什么典故？可不可以在这里模仿一下螳螂？我还是想学怎么学螳螂。雅轩那个螳螂舞可以播了，可以播了，导演。螳螂舞。万众期待的螳螂轩能否再现江湖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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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
我好蠢啊。